长，这个女孩这么年轻，会是邮差的联络人吗？不会，应该只是中间负责传递信息的人。但她背后的那个人，应该就是邮差的新任联络人。你怎么才来啊？我喜欢过一个女孩，我曾经想过跟她结婚。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一场战斗，这交换是一场恶战。你刚才说的这些感受，我都懂。非常紧急，这么重要的任务啊！你们怎么进来了？赶紧回车里盯着。是。喂。晚上起风了，我去给你送件厚衣服吧。我来取留给白小姐的东西，一个周福记的点心盒子。沈小姐，多出去，要不然一会儿怎么看得住？理想和信仰都是为了迎合你，你和我分数不同的政治立场，我只能用最伤人的话去警告他。13岁在上海你救了我，18岁在苏联你带我走上这条路，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走上这条路就像仰面于深海，只要在一条路上，我们终究会相逢。我知道你担心我，我已经从鬼门关回来了，不告诉你是为了你的安全，也是为了我的活着就行。这是我住的地牢，你放心，这里很安全。我们两个必须撤退，等确定安全之后你再离开。到现在是和你搭档第3年，你知道我喜欢你，我从来就没有说出口，今天我也不怕讲出来。你放心，我会坚持下去的。我现在要出去一趟。还疼得厉害吗？没事，行程。我知道你和他搭档3年已经很默契了，但是这是斗争的需要，你迟早要做好接受新搭档的准备。你是经历过大事情的人，所以在我心里你可以面对和处理一切的关系。我担心他突然遇到危险，那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爱他。你放心，他还好，因为组织纪律我只能告诉你丈夫。够了，知道他一切安好就已经足够了。一一枯叶白，雨雨卷银衰，聚散难。